今天好热哦。对啊，我要来拿一个解渴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来看吧，来看啊。你带着一个刀要干嘛？要去搬什么？什么呢？看我看一下，欣赏一下，来欣赏一下太阳花。啊，给我欣赏一下，这欣赏一下啊！哇，看我的成果，这叫做 Air 当归 Every Day。我的成果，哇，赞啊！啊，这条，哦，怎么安尼？有两条，二段啦，来，直接接过来。对，我看。接过来一个，给阮接一个。嗯。哦，要搬西瓜哦，真的是解锁哦。接一个啦。哇，好大颗哦。我可以，我手。好，用跳啦。啊，这么好办？我用解挂的啊。哇，我看，小玉西瓜吧，小玉种的西瓜叫做小玉西瓜。哇哇呵，再加看嘛，有听到吗？再加几盖，赞呐、啊！我进来，搞你们上去了。晚一点要吃哦，先上去了来。哇，你也有哇，你今天也蛮慢他追哦，慢些米干那乌噜噜，桥啊，看袂出来呢，桥子，哎呦，哇有蜜蜂哎，小心，这条西瓜几斤？哇，差不多5斤有啊，有那么多，嗯，我看看。不过这小番茄是彩色的，4-5种，4-5种颜色。嗯，有黄，有橘色，有乌奇啊，啊，搁有黄的，啊，白的无忘掉去，唔知，桥顶嘛桥，桥下嘛桥，桥啊，几十条。赞啊！不过吼是够多，哎，胖你莫甲我顶落，连胖也要解锁。哎，赞哦！天哪！哎，你小心他去叮你啦！哇哇！讲要来切西瓜，后礼拜讲要较寒嘞，要来切西瓜。趁现在。阿哥热热，要来切西瓜哦！哇，介大粒哦！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应该没有问题，按破安尼着，应该是破。我唔知哦。安尼才袂头尾，头较甜，尾较无甜，啊，安尼着讲个甜，要切个衰者袂。菜，家己种的啊，第一遍西瓜，啊，着有通啊食，安尼干呐？啊，哦，水哦，有只讲做红的，我感觉有只做红的。会使啊，甲你的衫差不多色。无啊，比我的衫较红一点，我食一嘴。哎呀，你无先切来啊，你着做食一嘴。我食一嘴。安怎？都甜啊！甜的哦，哎呀，我嘛袂啦，来切好啊啦。
妈咪，我妈咪。好甜的啦，会使啊。会使啊，吓。你看内底就变安尼啊咯。嗯。若搁放了，我甜要歹。甜啊、喔嗯！哦，那你这次种的成功哦、喔。哎呀，我的青菜籽，有得吃无得穿。赞呐、啊，这样很有成就感吧？还好哎、欸。还好。哇，好香哦、喔！站在这里都闻到香味了。我看我西瓜籽嘛该留嘞，明年再搁。好、哦，会使啊，会使。家己发来种，对吧？嗯。啊，是人发好个，较便便啦。啊，无你家己着爱搁提早发。我过来一个，我再来嘛，叫爸爸来试一下。哎呦，那无咱台湾的较红吼。可能牌子不一样吧。咱、嗯、台湾的做红的。我们这个可能西班牙还是哪里的？对对，都是那边的品种。西班牙是亚热带，像那个什么，像那个水蜜桃也是他们那里种。这个呢？今天外面天气还是很热，他们说比利时很少在九月还那么热，前几天更热，30几度。下个礼拜可能开冷气了，白天10几度。开热气啊，冷气。哦，开热气，真的病。我是记牢了，袂歹啦，正。啊，你搁用一半啊，家己，嘛切一半啊，家己。那一半搁互你，那去啊，迄个，去家己干过。是啦。你进来用啊。那要趁有太阳赶快拍。人家没有潮湿，还冷。小玉种的西瓜，很好吃，看起来好吃，我还没试吃，我待会来跟你试吃一下。这是种的，就浇水。浇水也没有给人家吃肥，哎呦，裂开了，没有台湾的那么红，跟台湾的较红较水，是哈、啊，袂、啊，甲你的衫同款红嘛袂歹，啊，有我的衫是橘，那我自己看就知道，同款色。好，赞啊！说一下口感，跟台湾的差不多。台湾的，好像台湾的比较甜，可是也甜呢。对，也甜。台湾的他们不晓得有放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个只有浇水。你这个是有机西瓜，什么都没放，就只有水。然后，抓吃起来嘛是有一点啊刷刷刷刷哈，嗯，好吃呢，赞啊！